拉密是一款简单并且考验排列组合的家庭游戏，适合2到4位8岁以上的玩家游玩，游戏时间大约60分钟。内容物有4种颜色1到13的数字牌各2张，2张百搭牌，4个牌架。游戏设置，将所有的牌面朝下洗匀后，将7个为一堆叠起来，每个人拿2叠共14张作为手牌放到自己的牌架上，剩下的牌作为牌堆。合法牌组，至少由3张牌组成，并且符合以下条件的其中之一：一、同颜色的连续数字，例如红色10、11、12；二、同数字但都不同颜色，例如4种不同颜色的7。而百搭牌可以当作任意数字牌，在这个情况下，百搭牌作为黄色4。破冰行动，每一位玩家第一次出牌需进行破冰行动，必须打出一组以上合法的牌组，数字加起来大于等于30，而且破冰行动不能使用百搭牌。如果无法破冰，则从牌堆中抽一张牌入手牌，并且轮到下一位玩家。破冰行动过后，该玩家才能够开始出单张的牌。游戏流程，顺时钟进行游戏，轮到自己的回合，至少出一张手牌至桌面上，将桌面上的牌组任意移动，只要是合法组合即可。如果尝试将手牌打出，但最终没有完成合法组合，必须将原本的牌收回，并且从牌堆中抽3张放入手牌作为惩罚。如果无法出任何一张牌，则从牌堆中抽一张放入手牌。游戏结束，当有人将手牌出完成为胜者，游戏结束。其他玩家各自将手牌数字加总作为该局的扣分，百搭牌扣分为30分，而所有玩家扣分总和即为胜者的得分。